我家吧，也就在60年的春天，28天的时间里边，有5口人啊，我的爷爷，我的父亲，我的叔父，我的婶婶，还有一个没有名字、没有来得及起名字的这个小侄女，先后死去。当我把这个家庭的事情，将来讲给我的儿子听的时候，讲给我的，甚至讲给有些朋友听的时候，他们都感到匪夷所思，甚至讲给我在编故事、在写小说，像讲《天方夜谭》的故事一样。半个世纪前，政治运动一浪接一浪，席卷全个中国。运动带来的是一个个的悲剧，同仍然留待历史交代的空白答案。因为从59年开始，死亡就在农村里蔓延开了。在学校里一直受着所谓正面的教育，大跃进呀、人民公社这些东西，没有不给予正面的，不敢正视这段历史，对大饥荒更是讳莫如深。老说3年自然灾害，啊，但是心里面吧，这个老我也知道，这里面肯定他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根据官方记载，50年代尾出现的自然灾害引起饥荒，造成大量人命死亡，但官方从来都没有透露到死亡人数，直到2011年才在中共党史上记载1960年中国人口减少了1000万。但是学者的研究就发现，1958到1962年死亡人数最少3600万人，而且大部分都是农民。这里是我老家。大饥荒那阵，李世华15岁，过了50几年，他对当年屋企的遭遇仍然历历在目。这里有一棵桑树，因为那个桑树也是甜的，大概桑树皮也比较的味道好一点，那可能邻居家也来偷，所以到60年活活这棵桑树就被吃死了。60年那个时候，村干部到处找粮食，看你家里到底藏粮食没有，家家户户的找，如果吃那种东西的话，拉出来解出大便来还是整的，他就会看你的厕所，看你厕所里有没有没消化完的食物。那年就格外的激进，一听到说开会了，就吓死了，因为一开会就意味着要斗人，要逼粮食。李世华的父亲50年代尾担任生产大队的粮食保管员，负责看守公家粮食，但是为了尽忠职守，就算看着家人一个个挨饿，都没有中饱私囊。家中呢，上有80多岁的爷爷奄奄一息，下面有不到9岁的小侄女，
饿得天天哭，从早哭到晚。我父亲受不了这个煎熬，于1960年的3月7号凌晨悬梁自尽。1958年尾，饥荒开始蔓延。1959年，全国陆续有人饿死，但系大跃进路线继续。喺安徽呢一个紧贴中央路线嘅地方，死嘅人就更多。这个地方就是我出生的地方，我住的地方。喺安徽阜阳长大嘅作家牛斌，生于1970年代，佢对当年乡下发生嘅饥荒几乎一无所知。我受的教育都是讲3年叫自然灾害，从来没听说大饥荒。我们的教科书也这样讲，小时候父母呢也会讲，但父母讲呢，他不会讲什么什么饥荒，说你们不要浪费粮食。2年前，他走访村里面的老人做口述历史，听村民倾诉经历之余，还希望还历史一个真相。大哥，他问一下我，就那个1960年啊，当时的一个情况。我父母从1959年饿死一个，1960年饿死一个，那个时候很困难的，你不能提那提那，要提那一言难尽，寸步难行，那个时间就是吃草，人吃草啊，人啃树皮。我亲眼见过，那饿的，他有的那人，这怀里揣着条小花头啊，在怀里揣着，搁火锅里烧的糊里满天的，挥不住的，那都啃了。个人看也不，那会就毛茸茸火肉也不能放，都给我饿死，也不能那想，还得吧？那是院这个基层底下这干部。牛斌睇到喺中央大跃进层层压迫之下，基层干部为求自保，都用尽方法去隐瞒真相。是不是上面来检查，大队来把那个饿的负重人关起来？可是，那瘦人都要关起来，瘦人一般的一来上一来检查都要关起来，不要露头。那如果谁敢反映呢？谁反映非该遭不然？你认为他可是自然灾害？那60年，那沈阳那个年代还真收成的，还收成的年代可以的，可是地上都要，都弄完了，用完了，要的，上面要了，他要的，那反正那搁那了，那又跟那领导，咋弄就是咋指示咋办就是了，那咋弄呢？对不对？平时就是我们生活现在生活当中的这些报复、这些嫉妒啊、自私啊，在那个时候也就表现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明显。还有一个那种造假，闭了眼睛吹，我觉得它跟现在的、跟当今的中国没有区别。但是有一些个别的就是老百姓啊，就是村民，他就说毛主席是好的，但是被下边的干部执行坏了。干部在那个年代，包括现在也是一样的，利用职权，之前得不到监督的话，他利用职权去谋私利，这是不可避免的。当时1960年那一年，在我们那个牛寨大队出生的，好像是出生了，总共出生了最少有几十个小孩子吧。就是活下来的就3个人，这3个小孩都是当地的队长啊，就村里面的支部啊、书记啊，都是这些人。
我采访一个老太太，她说：“她说不愿意说，就讲过去的事还替她干嘛呢？”后来说了说了，说没事吧，说你走过以后没人找我们麻烦吧，领导不会找我们麻烦，不会上级不会找我们麻烦吧，这就说明一个什么，就说明他们这个害怕这个阴影，害怕政府这个阴影还在，多少年来被历中国的这段现代史啊，就是整人的历史，反右啊文革啊，在他们这个意识里面还存在，阴影还在，还有后怕，就心有余悸嘛。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大饥荒这是共产党最大的一次失误吧，对中国人欠了很大一次债啊。59年时我在上高中2年级，但是因为我父亲比较明显的就是我死的，所以我得很比较后悔，就是为什么不回家早点回家给挖野菜呀、啊，就得自己有一种自责，我自己有责任，不可能向着政府和政策。杨继成90年代开始利用自己记者的身份走访全国去查档案，搜集大饥荒的资料，但是花了10多年的心血，在内地没有出版商愿意帮他出版。是观音图的，你看观音图就不能吃的，实在没办法，吃头沉重，普遍反映肚子疼，拉不出来，甚至因刺耳旧病复发造成死亡。第一次看到很吃惊的，我都写的这都写到书里去了，现在慢慢到平静过来。这批判多少人，那怎么批判批判农民。这李大章，这大章是省长省委书记，李大章97日地委书记会上讲话嘛。你看特别是今年这样的严重饥荒，如果没有人民公社，没有公共食堂，今年不知道饿死多少人的，不知还有多少逃荒的。今年不但没饿死人，还就怎么我旁边写的很神经，胡说，我自己写的真是胡说八道，这都是领导省长讲话的。我的脸色不好的人不让创建，死了要深埋三尺，不让上面装上庄稼，不让上面知道饿死人。中国中央档案馆他不知道我是写大饥荒的，因为我是研究那一段那个农业政策的历史。后来我出了书以后，他们可能知道了，就把门关了。不让讲的那历史嘛，就想抹杀这个历史啊。为什么不让你背？为什么那么敏感？就是一个问题嘛，就是这个问题毕竟是这个很不光彩的事情，在这个政权那些不很不光彩的事情呢，是欠中国人民的一笔债务。代表就是你不要影响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吧。历史是很容易被淡忘的，特别是执政者通过行政组织手段让老百姓淡忘这个历史，这是可能的。所以这需要我们知识分子，有良知知识分子把这历史记录下来。所以现在我的书，现在有人网上有人骂说这么这个造谣啊，对什么的无知，他们骂说明这个书的意义没重大，所以我更有自信写这个书的是没有白费劳动。过去10多年他虽然努力去记录大饥荒这一段历史，但讽刺的是他不会主动透露这段历史给自己的下一代。譬如我的孙子，我当然不敢让他讲，他讲他们在他还要成长，还要有前程，如果在学校去大喊饿死人呐、什么东西共产党不好，那孩子连上红领巾都带不上了，是不是？那共青团入不了，不要讲上学上中学的一系列问题都有障碍，所以恐惧还是有的。恐惧不仅是
情绪上的恐惧，而是对于新的利益问题，在后代的他的生存发展都有影响，所以自己家长不愿意让孩子知道这些真相，啊，这是一个利益所致。在那个年代，坟就几乎就没有了，也没有这个东西可以做棺材了，树都烧完了嘛，都砍完了嘛，大炼钢铁的时候不都砍完了吗？什么都没有了。这一家就是牛富忠的家，就是当时我说采访的时候他哭的叫涕泗纵横，就哭得非常狠，非常伤心。他爸饿死了，他弟弟饿死了，他妈跟他讲嘛，你要死就死远一点。现在他已经去世了。牛斌每次回乡都听见村里面有老人家过世的消息，采访过的38个村民已经走了6-7个，他恐怕若果不记录下来，再过2年这段历史就会随岁月淹没。通过这些老人的叙述呢，我会发现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说我在后记里面讲的，我说它是小说它就是小说，历史是貌似是真实的纪实的，事实上也不尽然，小说貌似虚构，但是呢也不一定，这包括60年以后吧，这段历史有很多，包括就目前在发生的现在发生的有很多这个情节都会超出这个小说家的这个虚构之上，就是你根本就想不到的。但是你有可能怎么讲呢，叫目前或者在现实的语境下你还表达不出来，但是将来总有一天会被表达出来的。9年前李世华退休之后第一件做的事就是回乡为家人立了这个墓碑。从1958年开始，这个中华大地上哈就出了各种各样的怪事情，人民公社啊、公共食堂呀、大跃进啊、放卫星啊，都是些怪事情。当时呢，他们都说3年自然灾害，我就坚持不愿意这样写，把人祸放在前面，首先是人祸天灾，结果搞得民不聊生。一般的老百姓并不是看得太懂，也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但是后来呢，有一个原来当过村干部的看了这么说呀，这样写能合适吗？能合适吗？啊，另外一个人就告诉他，那写的是不是事实，是不是真的？他说是真的。他们如果是真的话，那么就可以这样写，为什么不可以啊？我当时我也觉得这样，我写的是事实，写的是我家里发生的事情啊，这个没有什么，没什么政治风险。大饑荒死了5个亲人，文革又死了2个亲人，李世华立碑要将这段历史记录下来。几十年来没想到这些事情啊，几位先辈啊都死于不当死，就是不应该死的这个年龄，都不是因为疾病，不是因为别的原因，那就是于不当死。既是我家的碑，也是国家的碑啊，说这么就凝成这个一个碑，谨以此书献给数千万死于大饥荒的人们和数百万死于文革中间的人们，那就是两个荒唐时代。在这个几千万死于大饥荒的人中间，这可能是唯一一家给他们大饥荒的人立碑的。
我们现在写过去的历史，历代王朝一个家王朝推翻另一家王朝都写得很详细，然而对当代史，对于建国以后这几十年的历史就写得非常含糊。就像德国为他们屠杀了很多犹太人建立了纪念碑一样，建立很多纪念馆一样，有勇气正视自己历史的这样的民族，这样的国家才是最有希望的。我觉得中国也一样需要。跟着表演的是东张西望。